don't sleep.首先斜向上，然后再平行插入牛的水门，旋转两周，摁开关取数字。咱现在因为那个角度的问题看不到数字了啊，然后就是这么操作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就是排卵测试仪的操作全过程。就是咱养牛人，咱养殖户自己就完全操作得了的，没有任何。